哦，这是我们为我们本辖罗东镇中正路的镇安宫，他们庙方人员他们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公公在二楼的三太子神像遭人窃取。那我们调阅监视器发现，那个窃取是在23号早上八点，他在那个广辉，广辉之后将神像窃取放在那个袋子里面，骑着自行车离开。那他有讲说他为什么要偷这个神像？哦，他声称说他父母因为生病，他要把神像请回去过运求平安，祈求他父母生病很快好的。那后来神像是怎么找到的？哦，是因为那个庙方有通知电视台去采访说他们神像被偷这个事情，他们亲人得知之后转告他，他马上之后把神像拿去归还，被庙方发现，才通知我们警方到场。所以他是本来是想偷偷的放回去。哎，是，对。